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骄阳当空的时节，如果不在空调房尽情享受，那一定就在泳池沙滩上尽情欢闹，这大概是都市上班族最真实的写照了。但说到游泳池，在我们印象中要么方要么圆，总之要装满水能在里面游泳的才是我们印象中的游泳池。但世事无常，总有那么些不按套路出牌的设计师，动不动就弄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游泳池设计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，啤酒泳池，光听着是不是就感觉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？这座啤酒泳池位于奥地利一家度假酒店内，而这家酒店的前身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中世纪古堡。在酒店的地下有一个据说存在了700年的地下室，于是为了吸引顾客，聪明的酒店老板就在地下室搭建了7个泳池，泳池里没有一滴水，全都是精酿啤酒，你敢去试试吗？第二，巨型泳池，位于智利阿尔加罗沃的这座巨型泳池是吉尼斯公认的世界第一泳池。这座泳池的覆盖面积之大，让人叹为观止，而且水质也保持得非常清澈。在这座泳池里，除了游泳，你还能划划船啥的，这种双重海景的景象确实少见。第三，假泳池，从上面往下看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？其实这座泳池只是一种视觉艺术作品，设计师利用玻璃和水幕做出了这个水中行走的特效。不得不说，刚看到的一瞬间，小编还以为是眼睛出问题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哦。